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《中世纪王朝》。那今天的影片会回到过往的那个程度，因为这没有时间玩了。上礼拜刚做完 assignment，就是写完一篇，就是算小小的作业吧。然后就没时间玩了。不过我有发现，就算我上次的影片可以到1080p，但是旁边的东西好像还是录起来有点糊糊的，就是字变清楚了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在这边调的设定的问题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好像现在是把所有东西都调到最高了吧？就是 Ult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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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ltra，对，都是最高了，希望会比较好一点。看看怎么样？那我们现在是回家吧？回家还是往这边啊？我就好奇，我先往那边看一下，先把我的矛拿出来，我怕等下会遇到狼，因为这边我比较少来这边吧。我在玩的时候，我是不太觉得旁边的叶子有那么差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调的是 low 欸，最低那个影子，完全不懂为什么。希望这次会比较好。那其实在我上一季的时候，我有想要录，就是我有录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就因为那时候只截取到，就是录影的部分只截取到我的荧幕的大概1/4左右吧，反正就是左分成四份的话，其实大概是只有1/4，但是又比1/4大了。那其实也不到1/4，可能就真的差不多一半了，就那个。像那个解析度没有调好，但是，我们调了自动缩放啊，就是譬如说我玩不同的游戏，它会自己缩放成不同的解析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次就没有。先拿一点 berry 好了，因为虽然我不喜欢吃，但是有任务会用到，那既然看到我就拿一下。好，应该够了。我知道，因为之前玩上一季的时候，有知道有那个有任务是要我帮他摘野莓。这里是什么地啊？哦，是 clay 耶。我是用 shovel 就可以了。哦，现在走得有点慢，因为有点过重了。那我现在要不要吃个东西好了？52可以吃，可以吃这个0.13，那先吃肉好了，因为它比较重。好了，现在比较好一点的。啊，对，我记得我为什么超重，因为我在偷别人的东西。要，因为那这样我就不用自己做啦，或者是可以去卖。我先找你，因为你比较近。我要帮你做什么呢？我看看哦，7个石头，好，赶紧出去找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看我能不能卖你什么我卖你这些，哦，10几块，这个偷的不能卖。哎，竟然还有这样的设定啊！
剩35，卖5块，算了，先不卖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他跑到那么远了？有看到你了，你该不会也是在外面种田的那一种吧？来这边的路上应该要看一下石头的，对。你是要打什么动物啊？哇，兔子哦！那兔子你也行，兔子很好捉哎。我现在的石头是。差5、6、7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哎，都是棍子。有五，差6、7了。哎，有了六。他七，好了，够了，回去吧。往回走，先玩。严重的超重，他就算在睡觉，我知道我可以把他吵醒就好了。那我石头给你，我应该就不会超重，因为我身上原本就有3颗石头，石头好像也蛮重的。虽然我有偷了那个镯子嘛，厨子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影响不大。再往这边就好了。看到你喽，有金代号就是应该可以交付的意思，或是有任务可以接，它就是双向的意思啊。哇，这普通游民那么多吗？不是，只有一个。好了，做完一个了。好，现在就是很轻松。那兔子的话，这个偷的东西真的看起来很不顺眼。那我兔子，我觉得先暂时没办法，要冬天才比较多兔子会跑来跑去。夏天我是没怎么看过，还是我可以用我家的那个兔子的那个陷阱，然后就当做一只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迎来第二天。是双手的，倒是没想到。喝个水，这边有水。快看到了。因为那个惊叹号越来越，怎么说？就是它原本是透明的，然后变那个颜色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就是说那个颜色越来越，怎么说深呢、啊？就是实心的颜色，就是代表
快到了。哦，原来那个。我在想说那个人，哎，好了，我快看不到你了，先跟我聊天，要帮你什么？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现在有点重，那我一个小时要多少个 log 啊？我看一下哦，7个，好，好，等我一下。希望这个，对，它应该有停止。然后快一点，不要，我先升这个。要按错了，按错了，一、二。我有点想先把我的东西丢在这边。叉，好，叉，叉，叉。先不用吃东西嘛，这个也是 XEF，XEF， 叉，好，我先这样。现在只有。应该只有6根吧，我现在好紧张哦，还差1根。差一根就好了，赶快。好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很紧张。我不想。哎，你在后面，在我后面。我走对吗？到左边。哎，有了。哦，完成。是我的 log。好好，都给你，非常好。我不想拿着。就回去拿我的东西。噔噔噔噔。哎呦，还有一把刀哎。那我先不用丢东西吧，我觉得反正我这个都快不行了，那个斧头，等下就会没有东西了。哦，那这边看一下，我这边好像要买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我可以盖这个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现在往回走吧。那个兔子我暂时没办法，而且现在晚上，所以我在这边搭一个那个好了，搭一个萤火。那边睡一下。哦，距离他们近也不行。那盖个火堆而已嘛，又不是盖房子。好，睡个觉，明天起来。好了。你看一下，回去的路上会不会遇到兔子？这边有2个任务了，那我可以往这边走。
我们过完今天，就是说游戏里面的今天，就可以完成一个任务了，因为它是 Survival Season。记得我上次进展没那么快吧？因为上次还在摸索中，但是我不确定今天能不能，能不能玩到过季节？因为今天影片要比较短。如果说没有那个画质的问题的话，其实是不用那么短了，而且也不用重新玩。不过真的没办法，受不了，只有360，我自己过不了自己的关卡，心理障碍。也是走对了吧？对对对，没错。我们往东一点点，因为我想过桥了，比较不想直接游泳过去，游泳过去还是比较慢。快要渡河，那这个小河溪间吧，这个应该算溪不算河。那过这个，顺便喝个水。好了，应该真的没兔子吧？我刚还是因为草太高，所以我看不到。然后就像石头一样，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草，我就比较好看一点。我一直以为这些是动物欸，那么多，全是石头啊。希望这一期的画质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之前看好像我在走路的时候叶子的画质没有很好欸。我觉得应该是我设定的问题吧，感觉不是露营的那个品质的问题，是我游戏设定的问题。平常可能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是不太觉得怎么样，但始终用软件录的话是它是一个转录嘛，就是把游戏的影片再截取到一个档案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画质多少会有一点失真，就是有点损失啦。虽然说就导致我不太觉得有问题的东西问题变得更大了。沿着这条路就看到我家，那其实之前的影片有说一些东西啦，就是我录了，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的。那我可能下一集再说一下我聊了什么吧，因为我觉得有东西还可以说一下，不说好像有点可惜。没有啦，就只是想说那个算是一个不错的话题，可以稍微讲一下这样子。看到我家了吧？是我的脚步声吧？对，好像是。看到我家就应该看到那个兔子的笼了，在这边，在那棵树吧？我记得在我家后面的树。那希望那样会算一个。个兔子吧，不要说真的要我杀掉的才算。有了，抓到一只。这样有算吗？看一下 journal。好，这样不算，呵呵，他要恨死，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打吧。兔子笼也不错，就是保证我的食物还是会有啦。Elwin 啊，对，我记得 Elwin 是我第二个任务的。要给屁孩吧？对啊，他的
儿子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要劝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怎么看，应该是劝他要怎样怎样吧，记得，就是劝他是为了保护大家，而不是欺负别人之类的吧。那时候做了一把木剑给他。然后你很强哦，他要成为骑士吗？我也不太知道。那你怎么会？那给你一个，他们骑马吗？哦，好像很难哦。恭喜你啦，非骑士。好，那我既然来到这边，我就先跟你聊天。是可以拿的吗？哦，torch 我不用。你靠，iron knife 哎。后面没有人，太棒了！终于明白比较值钱的东西在外面了。好，是要去别的地方了。所以你一直都没有看过那桌子外面的我一直只是以为东西又不能拿，那我就没看有桌子，这是 torch 吧？这个篮子不用啊！哇，你们这里好挤哦！还有我在隔壁哦，就是那个篮子那边的。好了，搞定啦！给我一个面包，谢谢。那我先回家放个东西，再去别的村庄。好。Do you have a minute？好了，多跟你聊聊天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我要走了。Residence，哦，这个我是可以尝试叫他过来的。我先不要，我还没有房子给他，除非他跟我一起睡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下次记得过去那边做任务，拜拜。